伯伯嘉宾往这里。那个拇指朝上，有没有？在球的中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稍后一下。等一下，太阳，等一下，太脏了。来，中心工作的嘉宾，我们稍后一下，等一下教室哈，稍后一下，那个毕业生半截哈。教室，等一下进来做韩国这个菜单。